내가제일잘나가내가제일잘나가제제제일잘나가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志清。哎，想成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制作人，除了要胆大心细之外呢，对音乐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。哎，还要控制录音工程的流程啊，然后监督录音的过程，然后进行混音 mixing， OK， 然后母带后期制作 mastering， 然后还要组织和制定制作的预算资源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可能就是整个制作，你除了要当制作人以外，你还要考虑到预算，然后钱的分配方面的东西，然后以及负责修改啊、调节以上的工作。然后除了流行曲之外呢，现在大部分的音乐制作人已经不只是做专辑的音乐了，他们还要做广告音乐，然后电影配乐之类的。然后要当一位音乐制作人，其实还真的很不简单。因为如果你想完成这伟大的梦想呢，可以更广阔自己的音乐领域啊，我们都欢迎你加入海螺森林的专业培训，成为我们的一份子，你就是未来的音乐制作人。